说你正常，他说你不正常，我就问你正常吗？今天主题是什么？今天呢是这样子，追剧。那你可以走啦。参与感比较低了，而且我痛恨这个事情。摩羯座的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我就无法想象说怎么有人会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因为那是假的又不是真的，嘎底呀，嘎底事情为什么投入成这样啊？啊，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哈，疫情又更加重了这个追剧的，对不对哈？方鱼穿成这样哈，大家看得出来是谁吗？亲民党。游戏的吗？游戏，我是鲁鲁米的小美哦，不是追的卡通好吗？正常的剧 ，OK。然后还有我们的阿喜，还有演员，嗨，那边是李欣 ，Hello， 心怡，还有佩勋，恭喜演员出血真输了，来。我好像是第一次上那个美人姐的节目，这个礼物哦，真的，这你第一次看到美人姐哦？对，第一次很漂亮。你会害怕吗？不会，我觉得他本人很漂亮。因为美人姐看不惯人家拍这种东西啊。真的没有，我看得非常惯，真的。我想说你是味道人士。不会。对，因为我这个是黄天仁大师拍摄的，这一本是有点像时尚风，有性感，有时尚。它现在就是上架到各大书店了，都可以买得到。这一本的风格非常多，有清纯的，有妩媚的，然后又有野艳，就是两个字可以形容。扑倒。看了就想把它扑倒。恭喜爷爷，谢谢，很棒。OK， 看一部戏，什么原因会让你疯狂的追下去？A 男女主角是你的菜 ，B 太想知道结局，剧情神展开。A 还是 B？ 来想好哦，请举牌。哦。大部分都写 B， 男主角长得很帅，我才有那个动力继续看下去。所以我是那种看一部韩剧换一部，换一个老公的那种人。对，然后我老公从来没有当过我的那个手机桌面的屏保。我今天是李钟硕哥。哦，好帅哦，李钟硕啊，真的很帅。第一个喜欢男主角是宋承宪，那时候蓝色森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老公的胳膊上跟宋承宪的胳膊上同样的位置有一颗一模一样的痣，就这样。我觉得我不多爱我老公的时候，我就会把他的衣服撩起来看一看那颗痣，然后闻那颗痣。我觉得我又爱我老公一点点了，这跟奇梦的道理一样。睡觉不看他脸啊，就盯着那颗痣。之前追那个大陆剧《星汉灿烂》，我又很喜欢吴磊。三十岁，很帅，而且那个剧里面人设又很好，对，同样他身材也非常好，他的古装也很好看，对，他古装就是很有英气的那种。韩国男星十个长得就跟就是一个样，那你都不觉得他们就是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哪有一样不一样？我觉得我这人很奇怪，我换男主角那个速度特别快，就我看一部剧我就喜欢一个了，然后我就完全忘记上一个了，我都很纳闷，我为什么十年没有换老公？看了这个要要求这么高，阿喜，你每天看韩星，你怎么受得了吴尊呢？他可能也有一颗令人坚贞不移的痣啊。阿喜，你选的是什么？太想知道结局。然后你记得有一阵子那个《华灯初上》是火神的眼泪，你知道我是夸张到那种，我会把整台那个。笔电拿进去边洗澡的时候边看，我家还是只有淋浴的，但我要把它架在那个放肥皂那边，我这样架着边洗边看。哎，我也是这样。我跟你说，我上次就边看，然后我就突然哭了，因为不是笔电掉下来，是因为我突然看到一则那个新闻就跳出来，跳我看的那部的结局。哦，我真的是把这样哭的不行哎，我真的是因为剧情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我剩最后两集我就看完了，而且我是气到一整个礼拜，我就是很生气，就很肚烂，我就把那个 app 直接删掉。OK，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能这样子剧透的。我很喜欢看那种编剧剧情，让你都猜不透，然后你就要这样子慢慢看下去。他就给我剧透，我边洗澡说啊，歪垮歪垮。我很喜欢很刺激的那种，
就是爱情片啊，因为像《艾蜜莉在巴黎》就美剧，然后它里面就超刺激，因为她是爱上自己闺蜜的男朋友，而且她明明就知道她闺蜜跟她男朋友有时候会吵架或什么的，或者是她闺蜜会跟她抱怨，但她就是会在晚上的时候，或是厨房跟她男朋友搞，或是她会去她男朋友她闺蜜的男朋友家去找她，然后一按门铃的时候。就发现哎、欸，他朋友也在压去，对，然后马上剧情就是很刺激，他就结束，就是就断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可能凌晨四五点，我隔天还要上班，我就没办法不看下去了、啊。没错，开了门之后，后来也没什么事。啊，这部戏带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这部剧就很夸张，就是那女主角就是很厉害，就是可以，我觉得她可以跟很多人搞，就蛮厉害。带给你最大的启发就是这个女生可以跟很多人搞。对，因为我以为女生就是只能跟一个人，然后看完这部就觉得原来可以跟很多人。原来看了这部才知道，没有看了这部就觉得原来，如果你真的喜欢闺蜜男朋友也是可以的。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哎，你观念偏差到不知道，这样是不对的。那个男主角真的太帅了。我自己觉得好像也会有点控制不住。嗯，哦，如果你有可能会控制不住。我觉得如果是那女主角，我可能真的会想。你卖个够味啊！你卖个够味。我们老黑啊，他没对，他没对。必须吗？我们是没有想要跟闺蜜的另外一半这样，但是我们有就是会一起都是红太太，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追《海岸村恰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红太太群组。红班长，红班长，我今天的桌布就是红班长。对，我是被闺蜜强迫，所以我一定要追。哪一部啊？海岸村恰恰。红班长，金东，对，金宣虎，对对对对。我知道，然后就有一个陈班长。没有，红班长真的很厉害。红班长的酒窝会把你吸进去。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那个门口的大门口就有贴海报，就是我历任老公的海报。结果我老公真的受不了，后来就把那个门帘把它挡起来。OK， 到底选 A 还是选 B 的人不正常。看过一部戏，什么原因会让你疯狂追下去 ？A， 男女主角是你的菜。B， 太想知道结局，剧情神展开。我就问你正常吗？节目特地与网路 KOL 进行意见大调查，我们来听听 KOL 是怎么说的。我的答案是 A， 拜托，你都花时间追剧了，当然选自己的菜来顾眼睛啊。像我自己追剧的时候都会幻想自己是剧中的主角，也因为这样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追到天亮了。我呢当然是选 A 咯，因为我很喜欢李国毅，他就很常演那种台湾的偶像剧，但是他的剧呢通常都很无聊，可是我每一集呢都会很认真的看完，就只是为了呢要看他的脸还有他的表现，所以呢我会选择 A。 根据网络 KOL 调查结果，有 28% 的 KOL 投给 B， 太想知道结局，剧情神展开，而有 72% 的 KOL 投票给了 A， 男女主角是你的菜。你觉得这样正常吗？70%哈，就是男女主角，其实也是男女主角，就男主角了。对，对你们来讲，女主角是谁也没那么重要的了。所以想要知道结局剧情呢，大概不到30%，所以选 B 的不正常。来喷！哇，我在乎男主角，男主角如果 OK 的话，那剧情没那么精彩，可以接受。可以，我可以，可以。可是我跟你讲，不行，跟他的人设有关系。对哈，他所代表的对爱情的、对女性的包容，或者是他对生命的韧性，对不对哈？其实他还是跟他的人设有关系。那通常那个人设跟他的长相。它是加成效果，对不对？再帅的人，他演一个烂人，其实也很难。对啊，你说李宗哲，他如果拍的戏是什么《情定北海岸》这样，可以吗？你在讲什么？情定北海岸，名字都好冷啊！没想到这剧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来，第一个，会不会比较没有空骂老公小孩 ？B， 和朋友聊天有话题。A 还是 B？ 来，请举牌。好，有，来有，起。比如说我们拍戏到一个剧组，大家可能就会真的会聊戏，就说你最近有看什么戏啊？然后我有一阵子就一直在看追陆剧，然后我就逢人就问说，你有没有看过《我的上半身》？你有看过吗？没有。我的上半身没看过。然后后来人家还跟我说是我的前半身。他说前半身，小姐放尊重好不好？我也没有看过你的下半身。但大家
家都会聊，然后跟那个每个戏的进度都会想要知道一下，那个女主角怎么会这样子表演？没有天眼睛长到现在没有看过这么厉害、这么精湛的，大家都会这样子聊。聊天有话题，对，不能聊点别的哦。心仪呢？心仪，我呢就是没空骂老公跟小孩，你知道平常啊。你就会觉得小孩看太久的电视不要再看了，然后老公你就会觉得你怎么都不想行程，一定都要我想。但当你有戏要追的时候，像当时有那2521很红，你就觉得没关系，我们今天就在家好好放松。但重点是我可以一直追剧，然后我老公因为我一直追剧，他无聊到他太好动，他就想丢球，希望我可以接他的球，有人互动在家里玩，然后就有这个监视器画面。他就丢球，我还在追剧追得太认真了，对，我还有办法闪过他，他还打到桌上的水，他没事找事做，最后他就在那边自己拖地，自己擦东西，那我就还是很认真的可以追剧。真的是没空骂小孩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追剧很忙。那有我有一次呢，就是我小孩是几点要做什么，几点要做什么，几点做什么，其实是照着 schedule。然后呢，但一会儿我在追剧嘛，就我发现他通常呢8点半要睡觉了，可是我追剧太入迷了，我就突然之间呢想说起来尿尿尿，转头过来看他，哎，怎么8点半了？他怎么还在吃饭？就是原来他放学到现在，我追剧我都没有办法管他，他都在就是自己搞自己的。但是你知道追剧有一个后遗症，就像呢，你知道有时候你会被那个剧里面，像前一阵子我在追那个《出走日记》，你知道那个男主角。他身材有多好吗？他就在农村里面稻田里面做工，他穿那种戏服，都是那种薄 T 恤，对，流汗，然后流汗，他的胸肌有多大？然后你从背面看，很多很多的角度是他背面这样子的镜头，三角形的身材，我就觉得太帅了。所以那阵子我就都叫我自己，对我都叫我自己巨太太，看祖雄就好了。比祖雄还要好，不行啊，不能看祖雄。对，我都叫我自己巨太太。我老公呢，晚上要吃饭嘛，他说，哎，再帮我吃完一碗，再帮我多添一碗，我就会觉得说，你什么 idea？ 你觉得你要多吃一碗？你看看你肚子，因为我就真的觉得，哇，我为什么要是张太太？我明明是巨太太，标准变超高。对，然后你知道，就是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巨太太。我的出走日记哦，他演农夫，是不是？真的是帅爆了！他连穿那个大衣外套，你都看出他的胸肌就凸出来了。然后你知道吗？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真的是疯了。我生日的时候呢，林立文，我们的朋友林立文，他就帮我做了一个，我真的是爱死他，我真的 big surprise 的蛋糕。你注意看，他有什么特别？结婚蛋糕，我跟巨先生的结婚蛋糕，你不会觉得太幼稚吗？你看什么蛋糕？你自己看，你自己看，笑死，好可爱哦，蛮可爱，很可爱。我俩的结婚蛋糕，我跟你讲，这个哈，就这个男生不是花美男，但是非常有味道，没错，他的台词非常少，他没有，然后再来他里面的对白也精彩到我都想要做笔记。我跟你讲，然后看到那个，我去买了一瓶那个韩国那个烧酒。真难喝，对，这样对啤酒比较好喝一点，因为它整间屋子就是那个酒瓶，对，所以那个酒瓶呢，每天一定要喝两罐。它那个酒，它的整个戏就是说，它从那种酒瓶的一直堆叠到整间满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空间再装酒瓶了。其实某种程度，它必须要把它原来的那个困难给抛洗掉，对。然后反正酒瓶在这个戏里面跟它的心境是一直有很 match 的。这样子对，可怕，你们看的都好深入啊！这个韩剧哈，果真是现代鸦片，真的。你要跟我们继续聊下去？对呀，是什么态度？都好态度。演员是跟朋友聊天有话题。对，因为我以前其实不太喜欢追剧，我就是跟玉玲哥一样，实际就觉得浪费时间。对呀，因为我很实际。可是我后来发现，见到朋友他们就一群人在那边瞎聊，我就很想要跟他们混进去，就我就只能去看了。之前有那个30而已啊，然后或什么 A V 帝王这类的，黑化律师最近也有，然后重点是 A V 帝王，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 YouTube 会一直这样毛这样一大撮，很性感呢。对，然后什么 Fantastic， 我就想说，对，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融入，所以我就去看了 A V 帝王，然后就觉得还蛮刺激的。好，我觉得蛮推荐给大家。看完以后，这出戏给你什么启发？真的很刺激耶，就是他怎么那么好当导演，还可以上那么多人。
你关注的重点跟我不一样。刚刚那部戏你就说原来可以搞闺蜜啊，这部戏你就说可以上很多 A P。我觉得你哪能跨进跑婚呢？男生要很想看这部戏。没有，我是觉得我原来导演可以下去跟他们一起。没有，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要导戏，所以他要引导那个女主角说，除了这个导演，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释放出他原来的那个 A V 在整个日本的这个。文化或者说它整个产业的产值是很高的，真的，而且它是非常高度专业分工的 ，OK。然后里面呢，其实你会觉得说 AV 女优很难找，其实是男优最难找。对对对，是哦。好的男优，他不是脸长得漂亮，他要那里也漂亮，所以男优的那里也有面膜。原来，对，要敷，而且他的体力要非常非常好。我听他们 AV 男优那个鹿茸，我是整副拿来吃。没有，没有了。他们有很专业分工，不是像你想象那样子的画面而已。鬼鬼狐哎！哎呀，就真正精彩内容又不能讲。OK， 那到底选 A 还选 B 的人不正常。没想到追剧带来了什么好处 ？A 没空骂老公小孩 ，B 和朋友聊天有话题。我们来听听 KOL 是怎么说的。我答案是 B， 因为像前阵子疫情肆虐嘛。然后大家都宅在家追剧，我就发现哎，我的每个朋友们都有看华灯初上，大家都会在那个群组里面讨论说哎，凶手到底是谁，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算是疫情期间一个蛮好的消磨。我觉得是 B 跟朋友聊天有话题，因为像我最近在追一部古装剧《苍兰诀》，然后像我们啦啦队平时女孩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都会聊聊天，然后聊最近看了什么剧啊，然后讲到这一部的时候大家都超嗨，因为男主角超帅，这个女生超有共鸣的。根据网络 KOL 调查结果，有40%的 KOL 投票给了 A， 没空骂老公小孩，而有60%的 KOL 投票给了 B。和朋友聊天有话题，你觉得这样正常吗？好，大部分是觉得跟朋友聊天有话题，没空骂老公小孩真的比较另类。好，选 A 的喷。好，追剧追到太入戏的时候，容易引发什么后遗症 ？A 学剧中人打扮 ，B 学剧中人讲话。阿奇先，还是 B 来，请举牌。来，再喷。切。이러면두발로입고도과거로입고도우잉우입니다히로키토메토스위스키드키팬투팬우잉우와우잉우见到朋友打招呼哎，谁现场有看？对，那你先。好，我先啊。Good 了 ，Good 了，哦。Good 的 Good 的拉米。哈。打仗的意义是什么？随时就打仗。所以他唯一的同学，就从小他被欺负，然后唯一的这个算闺蜜同学，闺蜜好朋友，唯一可以跟他聊天。可是你讲那个非常律师看久了，我有一天要经过那个旋转门的时候，我竟然卡在那里，然后跳恰恰，然后卡了一下，然后讲说我的 key 笑。然后还有一天是要推开那个玻璃门的时候，我竟然这样子，这样子对，对，有些思考会跟着他一起，对不对？四项嘛，对不对？心仪，你会学剧中人打扮？对，这个时候一定要逼老公做个梦嘛。像我之前就会逼老公看的那部李圣经的《流星》，我就叫他给我拍跟剧中照片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叫他老公跟我模仿跟剧情中的照片一模一样。那你老公这个行为跟梁鹤群有点眼熟，但他是被我逼的，他不是小梁坤的主动性的，是这样就逼了。对，一定要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之前很流行鱿鱼游戏，然后不是万圣节，万圣节已经过了，我就叫我爸也要穿着鱿鱼游戏，然后我就拿下遥控器，假装我在看鱿鱼游戏，然后叫孩子跟我爸一起办那个鱿鱼游戏。然后之前还有很流行那个社内相亲，前两集的时候，因为女主角要去帮朋友相亲，所以她就演了一个很讨人厌的女生，对，然后那个时候很流行，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要模仿一下，就学里面剧中的人讲话的样子，然后他就会甩一些胸部啊什么的，一些很讨人厌的动作，然后甚至是我会让我儿子去剪跟剧中人一模一样的照片，栗子头，对，像之前朴叙俊的栗子头
就让我儿子去剪。然后除了这个，还有李生基的《花游记》，我也让我儿子去跟他剪一模一样的头，就觉得好可爱。每天看都会变得很疗愈。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许光汉，然后我老公前一天要去剪头发，我前一天晚上就会赖他的那个设计师，然后发那个许光汉的照片，帮我剪一个同款。我设计师要被我逼疯了，我把照片发给他，我说帮我老公剪一个同款。那张上面根本没头发，就许光汉的脸。后来剪出来呢？就很像，就蛮像，起码头发型是像的。他脸不像，脸不像，但我只看着脸额头以上。那段时间我对我老公就很爱。对，像我也会学剧中人的打扮，比如说是我之前就从那个《甄嬛传》之后，我就超迷宫廷剧。甄嬛传大概看几次？我刷了十遍以上，真的。十遍，我就很好奇，他们穿花盆底鞋走路是什么感觉？然后他们不是还会带这种。很长的指甲，对，然后我就这去哪里弄来的？就网上啊，哎，商家很懂我们的心情，好不好？我们喜欢什么，你只要去网上一搜，商家准一准都已经出来了。那你穿鞋你也有？这个鞋你买家用的。很好奇，很想试，你就不明白他们满族人穿着花盆鞋走路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我就买一双，然后你自己在家里这样走一走，你就觉得你很像那个嫔妃。哦哦，怎么为什么不给本宫拿一个鞋拔子来呢？看小说了吗，娘娘？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看到你要更新，就是现在啊，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但是买太小了，没有没有，因为它的那个是布料，对，没有弹性，这个会很难走路嘛。我是觉得走路要抓住重心，对，然后那个苹果也是从网络上买来的，没有，这个楼下就有了。那个小时候你看《还珠格格》，那个小燕子进皇宫的时候，那嬷嬷不就能然后顶个苹果练习走路吗？来，然后放好。选飞了，哇，你好像哦，好厉害，很像哎，超像的，哎，你走的蛮好的耶，对呀，贱人就是矫情，有训练，有训练，敢跟本宫分宠，你就是个死。然后你就觉得哇，超过瘾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觉得我走这个很厉害，对呀，你很厉害耶。而且你穿这种鞋，你就会发现，哎，他为什么要穿这种花盆底鞋？因为到底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因为你就一定要挺起来，对，要寸步小，对，你就只能这样挺胸抬头，然后你这个脚伸出去的时候就是个平的，对，你就不会有什么内八呀、外八呀，或者是那种走很大步，因为你没办法，因为你穿这种鞋不方便。哦，那培训你有在追？有甄嬛是一定要追，而且我那时候很疯的，其实花盆底鞋我也有穿过，而且我还把女儿打扮成格格的样子。所以你也穿过花盆鞋？有，那我刚刚也觉得很小意思，很想穿看看。对啊，你可以穿穿看啊。那个时候其实我最疯的时候是边追剧，然后我自己就印了一张紫禁城的一个平面图。哦，这个平面图很重要，因为会突然理解说，哎，为什么华妃会这么生气呢？尤其在晚常在像那个甄嬛刚入宫的时候，那时候皇后呢就说要把她分配到这个承乾宫，那时候华妃就一个镜头表情有点不悦，到底为什么不悦？你们知不知道？承乾宫在哪里？承乾宫这边，当初皇后是住景仁宫，景仁宫算是一级战区，走路三分钟可以直抵皇上办公室，所以是非常好的。皇后住在东宫嘛，那时候的华妃住翊坤宫，在西宫也算是二级地段了。很近。对，那嬛嬛刚入宫，竟然就要住在承乾宫，基本上他们的位置是一样，都在二级战区。皇后的意思就是说啊，未来甄嬛就会跟你平起平坐啦，所以她当然把她弄到最远的这个漱芳斋，就是碎玉轩的碎玉轩。但是当甄嬛在以钮钴禄氏甄嬛回来的时候，哎，不一样了，皇上就把她赐到这个永寿宫这个地方。这个永寿宫比景仁宫还好，因为皇上的第二套房
就在这边，所以后门就直接进到了永寿宫，所以代表说，皇上真的对我们嬛嬛宠爱有加，是不是真的很重要？真的，真的，真的。你这样好像那个官员在跟市长简报。这真的很重要。这边是这个蛋黄区啦，这部分要再加钱。那我们看的跟你不一样，毕竟我们是宗教研究所 ，OK 哈。大家看到最整个紫禁城的格局，这是明朝就定下来的 ，OK。明成祖的时候就定下来。那明成祖呢，在中国的这个道教里面来讲，他的这个代表，他是在他的任内推广了这个玄天上帝的信仰，所以呢，就是真武大帝。所以这边一定看有没有神武门在正北，所以这边有一个就拜这个玄天上帝，所以呢，其实是皇帝都要来这边，这边很近，离他的这个。宫殿很近，他其实三步是要过来拜拜的。OK， 以上谢谢。我那时候这个地图还用在了《如懿传》。朔方斋在哪里？你也知道。朔方斋在这边啊。哦，在这边啊。我基本上可以去当导览。那刑天宫在哪里？我也刑天宫的刑天宫。你也被吸引了吧？对啊。你是不是你也有打扮了？我看你的照片。你知道之前华灯初上很红的时候呢，你刷开你的那个 IG 啊，那时候刚好又是年底的办 party 的季节，那个光酒吧遍地开花，大家都是妈妈，对，都是妈妈。我也办了一个就是圣诞趴，然后那个呢就是华灯初上，主题就是这样。你有看到我手上呢，还有一支马克笔，雪茄，那是雪茄。然后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打扮呢，你会觉得随好像很简单，一点都不简单。首先，你现在要找到这种有垫肩的衣服，你要很难找，你要上网用力的搜。然后头发呢是最难的，因为你现在要找到可以吹这种高角度的，你要去哪边找？因为现在的发型师已经不会了，你要找那种40岁以上的发型师，然后帮你这样子说吹高角度，然后前面要嘘嘘。Ico 吗？对，对对对，你也知道。然后呢，这种发夹呢，就是一定要的，就要像阿喜这样子，然后就是别在这边，然后要好几个这样子。然后以及呢，你看那部戏的关系呢，你刚刚有鞋子对不对？我也有。到底谁是杀人凶手？对，杀人凶手的红色高跟鞋。对，我看完《华灯初上》之后，其实我很迷恋那个 Rose 妈妈手上拿的卡地亚的皮夹，那个我妈妈就有，然后我一直跟她要，她不给我。后来我就去翻箱倒柜，然后翻出我妈好多的老包，所以我就那一阵子我就是好好看哦。对，其实你现在回过头看，觉得真的很漂亮。而且其实我妈妈也没有什么用。然后这个是 Bailey， 也是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也是很时尚。对，然后这个是我今天我这。也是我妈妈的老包，所以我就觉得，对，我突然觉得哇，那个年代的东西其实真的好美哦，真的很美。而且那一阵子我在追《华灯初上》的时候，我老公都觉得我对他真的非常的体贴无微不至，因为他一回来的时候我就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グッド，然后陪他聊天，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一回来我会把女儿的，对，欧西莫里，把地上是放人的口水巾，把酒一卷，对对对对对，然后帮他倒酒，对对对，或者说今晚要不要加开一瓶这样，就觉得很受不了。那演员呢？之前有买那个鬼怪的那个牛角外套，因为那时候很流行牛角外套。然后我那时候有男朋友，因为我会跟他一起追剧，然后我就去买剧中的那种情侣衣，然后例如说粉红色这样一套一起拍。可是后来就是我会跟他说，那不然我们演一段里面的那个剧情。然后我发现他后来演不好，我就决定就不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买给男朋友。为什么要演得好？因为我那个时候会觉得我就是剧中的女主角，可是为什么他都演不出来，然后他就是有种尴尬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蛮扣分的，对，然后就跟他分手。所以你希望他演技纯熟这样？没有，我觉得他可以演一些霸道啊，或是扑倒什么的都不会。老公不会演，你自己还在那边装扑倒，在那边怎么都还没来啊？看太久了。我最近看了一个超级红的《星汉灿烂》，他现在是排行榜第一名。对，然后我很喜欢他的女主角，就是赵露思，然后我就买了他的包包，因为他这是日常背的包包，因为我原本不想买，我想说很多人背，可是我看到他买了，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对，超好看。然后我还包了他的帽子，因为我之前不太喜欢戴帽子，然后我就因为他的关系，我就开始买了跟他一样的帽子，要长得一模一样，对，没错。然后呢，除了这个，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身高、体重等等的，对。然后我发现他才39公斤，哦，谎报吧？没有，我跟你说，他真的腿细到夸张，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看到那个时候，我半夜睡不着觉，因为我想说，天哪，他原来这么瘦，然后我那么肥，然后就崩溃，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说，我明天开始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就是看完《星汉灿烂》到现在，我就瘦了快要6公斤哎，哇，这样子，哇，所以现在是几公斤？我现在49，之前就是因为为了追那追剧，所以我每天都在那个沙发上吃东西啊，变超胖，胖到55这样。然后我现在就是。你才19，哇，那你还有10公斤要努力耶。对，没有没有，我就是以就慢慢来，就是想说，就是想要以就是慢慢瘦，我就是觉得大家可以看《星汉灿烂》。对，39公低于40，那真的都很不正常，那身体要坏掉，你这样可以了。很难受，所以我就想说蛮好的，大家可以看《星汉灿烂》，可以减肥。OK， 排行榜第一。对，超好看的。到底选 A 还选 B 的人不正常。追剧追到太入戏时，容易引发什么后遗症？A 学剧中人打扮 ，B 学剧中人讲话。我们来听听 KOL 是怎么说的。我选 B， 因为我之前很喜欢看《甄嬛传》，然后那阵子看得超入迷。结果我生活中，我以为我在演《甄嬛传》，比方说小孩就是每天都很吵，妈妈妈妈妈妈，我带我去公园，妈妈帮我签名，妈妈什么什么什么，妈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这样，我发了，过不下去。然后或者说就是跟姐妹约会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人妻之间都会多多少少讲一些闲话家常八卦之类，然后这时候就会说贱女就是矫情，或者是讲到什么某某人的老公就说拖出去枪毙，真是超受不了，所以我选 B 角色上升。我当然选 B 啊，因为自从看了《擦蓝诀》之后呢，我就常跟我朋友说，我就是本座本座来本座去，而且呢，我甚至跟朋友说有一句金句，就是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女人，九容化哎。所以呢，我现在入戏很深，我到现在还都没办法出戏，我连手机桌布都是男主角的照片。根据网络 KOL 调查结果，有32%的 KOL 投票给了 A， 学剧中人打扮；而有68%的 KOL 投票给了 B， 学剧中人讲话。你觉得这样正常吗？大部分人是学剧中人讲话，搞到还要学剧中人打扮，不正常。他根本就是小孩的行为，但是我女儿才会穿迷豆子。没有没有没有，可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小孩讲话的样子跟阿嬷追剧的剧情是有关的，很像。对，阿嬷都是追那个什么，从雍正皇朝啊、康熙王朝啊这样子一路追下来。我儿子就跟着阿嬷看呐、啊。我有一天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问说 ，Max， 你到底明不？你听懂了没？你明不明白啊？那样他说，孩儿明白您的意思。你知道吗？对，会小孩很爱模仿。我看宫廷剧的时候，父子两个就一个扮宣纸的太监，一个我儿子跪在地上接旨，尊迎宫上归位。好，因为太爱追剧，哪一种通病被大家吐槽 ？A， 整晚不睡追到天亮。B， 购买追剧小物。A 还是 B， 请举牌。哇，好，心仪。像我今天就带来这个。这个是不是追剧不只是看电视、看手机啊？你在煮饭的时候是没有手，你就可以用着这个，然后你就可以边煮然后边看，然后还有洗澡的时候你边泡澡，你就可以架在浴缸旁边，对，你就不怕手机掉下去，是不是很适合运动的时候跑步机？万一没有电视，你也可以这样子放在旁边，非常好用。除了这个以外。我现在连去咖啡厅啊，还是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很常用电脑要工作？这个时候，这个也非常厉害。它也可以用电脑。不是，它是吸铁的 ，Make Self。对。你就可以直接连在旁边，哎，你就边工作的时候可以边追剧，非常棒。这个哪里买到的？这个厉害。很厉害哦。这个是睡觉的。对，睡觉的。那很多人被 iPad 砸到，就是因为这个。对，手机追啊，这个砸不了 iPad。我这个呢，要怎么用？这个就是这个压在。枕头下，然后你就这样躺着，然后呢，这个高度要多高有多高，所以就是不会有手机距离太近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那时候用最多是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因为月子就是要追剧嘛，不然要干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同时呢，如果我在挤奶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桌放在床上，然后我就这样立着。那阵子我刚好在追《以家人之名》跟《披荆斩棘的哥哥》，然后那时候就是整个每天心情都非常好，因为就是一直看帅哥，然后整个就母乳大喷发这样，所以我就，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奶量 number one。还有那别人家婆婆问说你到底都吃什么？我说不，其实我告诉你我看什么，你就传链接给他。对。
母乳大分发的秘诀就是这条连结，就是要心情好，要开心。哎，我的小物都是信手拈来的，像我现在随时就看到有叶子的话，小仙女就帮你修一下命簿，帮你修好了，回去。这什么意思？我跟你，我怎么看不懂在干嘛？苍兰诀啊，苍兰诀最近大家都会在，就是神仙恋爱嘛，小仙女会帮你修命簿。我刚刚选的是整晚不睡追到天亮，因为像他们刚刚那些武器啊，我都用不到，我都还是拿一台笔电在看嘛。嗯，所以我后来就是笔电我都会这样凹成 L 型，然后笔电侧的我也侧着，所以我每天就是这样子在看。然后我这边就那个脖子这边这条筋，就太紧绕着。对，像甄嬛，我那个时候就是发疯，因为我就希望可以集到一个集数我再来看，但我那天突然回过神的时候已经到43集了，但我就真的没办法，只好把43集一口气不合眼的看完，看大概快2天吧，一天一夜加一个早上都没合眼，真的都没合眼，后来我就挂眼科了，因为我的隐形眼镜都没拔，然后就病毒感染，所以脖子就也歪了。对对歪。那甄嬛那个年代有一阵子，就很多人都在坐接驳车，就是因为脖子都歪了。我最近刚刚把他和他的他追完，他是9集，对，然后晚上9点追到早上，我还不知道已经早上了，我就看到哎，怎么有声音，然后小孩出来，6点了，他要上学了，我才惊觉是这样子。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要趁晚上小孩睡着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人来打扰我。可是有些破碎的时间是小孩就是醒着嘛，对，是你在追剧，然后呢他会在旁边说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干嘛，或者是一直叫你说妈妈陪我玩陪我玩。所以这个时候我在追剧，我就会放一台 iPad 堵住他的嘴，就是呢给他也看，对，我就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可能几个小时的安宁。可是你知道发生这样子久了之后，我发现怎么办，他好像变得3C 儿童了，因为呢他都紧盯着，然后紧盯到眼睛都红了，比我还扯，然后我就看到他会有就一直揉眼睛。我有朋友追剧眼睛是没有白的，全部都是血丝，像我们看3C 久了之后视力越来越模糊。对，3月几岁你都怀疑自己有是不是有老花。真的，那今年3月台湾有个调查，就是针对3岁到5岁他们使用3C 平板的一个状况，发现竟然高达90%哎，没错，而且年纪越小使用的时间竟然越长。所以以3岁的儿童来说，他每一天使用3C 的时间大概是2小时又17分钟，这确实很高哎。你们一直说小朋友这么恐怖，对不对？真的，大人呢？你更恐怖。来看看你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把你们的那个旁边有一个那个卡拿出来。来，方宇带来的视力大测验。对对，视力大测验，来翻过来，翻过来，计时10秒钟，来看10秒，这两个地方哪里不一样？计时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来，哪里不一样？来，我们来看一下李欣的，你是对我有什么仇恨是不是？看剧真的是男主角今天多长一根头发我都看得出来，何况玉林跟这么大的差别。你他画的好艺术哦。对，我来公布一下啦，答案就是呢，头发2张，头发不一样。然后呢？眼镜角不一样。眼镜的对，近角不一样。唇色不一样，对，那个徽章不一样。有人全对吗？我全对，没有啊。哇塞，我全对。我跟你讲，你们找越久或是找错的，就表示呢，你们的视力真的要加强。真的不好，现场只有两个人。你可以换别人的脸，因为他刚打开，你就讲。我其实在家里，我也会用这个找茬的方式呢，来评断说，哎，你眼睛到底可不可以，到底有没有变坏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就是连吃饭的时候都要看 iPad， 他才可以把饭吃完。你要想想，我们大人我们有这么多的叶黄素可以选择，那小孩怎么办？我闺蜜就跟我说，方宇，你真的要注意了，你真的呢，从现在就开始，你要开始控管他的3C， 以及要帮他保养。但讲到叶黄素，很多叶黄素哦，它是标示说小孩不宜啦。那你有找到小孩可以吃？
吃。我跟你讲，大人的成分小朋友是不能吃的。那有出小朋友可以吃的叶黄素吗？我从来没有听过。然后但是没办法，现在要帮小孩保养，我就上网输入关键字，我就输入儿童叶黄素，马上出来的就被你找到了，就是它。哇，很棒哎。对，它是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一天几颗？一天一颗。然后呢，你看它很可爱哦，它做的呢是这个为什么造型，而且然后很香哎。对，它就是呢这个儿童的闪耀配方，精英小子，我觉得非常可爱的是，你小朋友你就给他看，哎，无尾熊哎，然后味道非常的好，好吃哦，好像零食哦，吃糖果，对，好吃归好吃，但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精英小子当然就是要有叶黄素嘛，那你的叶黄素呢是大人的叶黄素，我们小朋友又不能吃，不用担心，这个叶黄素呢，它其实得到美国呢 FDA 食品安全的认证，这个是可以添加在婴幼儿的食品的配方里面，所以婴幼儿当然可以吃，儿童当然可以安心使用。然后另外呢，你看叶黄素之外，你们知道玉米黄素吗？对，玉米黄素其实非常的好，它里面呢也有添加呢第二效，就是玉米黄素，而且用黄金比例10:2。请教一下佩君呢，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这么有用，到底它的原理是在哪？叶黄素其实它很棒的是，它其实可以过滤蓝光，所以可以当成是第一道的一个把关。为什么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它们加种在一起，它的效果会比较好？它们两个基本上是好兄弟，那它们就是一起来对抗蓝光的，所以当它们加在一起的时候，效果会特别好。那再来，美国卫生研究院有做了一个研究，是长达5年研究，发现这样子10:2的黄金比例来说呢，它的吸收效果会是特别好。除此之外，它里面还有添加虾红素，我想考考你们，你们知道虾红素是来自于虾子吗？就叫虾红素的一定是虾子，所以不是虾子哦，不是虾子，难不成会来自螃蟹吗？不是，这是什么？其实呢，虾红素呢，它是植物的，它是呢海底里面呢有一种藻类叫雨生红球藻，在上面呢有的这个虾红素，然后呢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它是非常棒的类胡萝卜素哦，雨生红球藻。跟类胡萝卜素这怎么会扯上边？因为虾红素本身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因为它是萃取自雨生红球藻。可是大家就想说，哎，藻类不是绿色的吗？对，没错，它平常它在很舒适的环境的时候，它是绿色的。可是当它遇到了很严苛的环境的时候，它就会启动一个生存机制，于是这时候它就会生产一种营养素，就叫虾红素。所以简单来说，其实虾红素就是他们对抗这种极端气候的一个秘密武器。其实叶黄素要搭配虾红素，它的效果会更好。虾红素就很像这变色龙一样，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呢，在我们的眼睛要适应各个不同的环境，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还有，除了虾红素之外呢，里面呢还有很厉害的花青素。你知道花青素对人体也非常的好。那它的萃取是从哪里萃取呢？是从山桑子还有黑醋栗。它里面的花青素的含量呢？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对我们人体有帮助。山桑子其实在欧洲他们使用其实是非常行之有年啦，应该这么说。那它在于调节度上面是很好的，那它又叫做花青素之王。那它有个背景故事哦，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他们要夜间执行任务，是夜间执行任务哦，为了确保他们任务可以精准无误，所以他们出发前就会吃这个山桑子的果酱。但在那时候没有萃取技术，还没那么发达嘛，所以吃果酱。那现在其实科技发达了，就可以吃到这样子一个萃取物，其实是还不错的。OK， 除了刚才讲的这些嘛，它还有九大莓果加持，再加上呢两个非常厉害的精华成分，就是小分子的玻尿酸。这个玻尿酸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它是呢来自日本大厂的玻尿酸。这个成分呢就是枸杞多糖。枸杞我们不用多讲，就是马丹娜呢，她现在每天都一定要吃的这个东方的神仙果。也就是枸杞，那你想想这些成分都非常的天然，你给你小孩吃当然就很安心了。真的，我们到底来看选哪一个正常。因为太爱追剧，哪种通病常被大家吐槽？ A 整晚不睡追到天亮， B 购买追剧小物。我们来听听 KOL 是怎么说的。我觉得选的是 A， 这蛮可怕的，因为我之前在追怪奇物语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隔天大概会睡到5-6点吧才起来，就完全日夜颠倒，所以我在早上这段时间，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家人是找不到我的，所以他们那阵子应该是挺担心我的啦。好啦，这里要奉劝一下大家哦，追剧的时候要适时啊，请减少你的朋友还有家人的担心，请大家适时的追剧，不要太夸张。
当然是 A 尽管不睡到天亮啊，因为我现在会追那个日本的动漫，我叫 Spy Family， 超级可爱超级好看的，然后经常半夜都不睡觉，然后我妈半夜起来拉尿的话会说，哦，你又不睡觉啊，这样子会浪费电力啊，浪费暖气的钱啊，因为我怎么说什么上个月的电费贵了1000多港币，一定是你因为你追剧所以弄到电费那么贵啊，就会怪在我身上，所以我选择是 A。根据网路 KOL 调查结果，有18%的 KOL 投给 B 购买追剧小物，而有82%的 KOL 投票给了 A， 整晚不睡追到天亮。你觉得这样正常吗？好，所以呢，选 B 的购买追剧小物比较不正常。喷，还是被吓到。好吧，爱追就追吧，对啊，舒压啦。而且我其实蛮想买那一台。对呀、啊，我也是。因为不跟你们追剧换我们倒霉嘛，是对 OK， 好，不过大家还是真的要注意眼睛的保养，好不好？好，适可而止，谢谢。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看到你要更新，就是现在啊！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如果有人喜欢我们的讨论，大家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并按下小铃铛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那还想看其他更多影片？那就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8月1日起，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请锁定。我就问你正常吗？